神州称中华，山川美，可入画。黄河奔，长江涌，长城长，珠峰耸。台湾岛，隔海峡，与大陆是一家。各民族，情谊浓，齐奋发，共繁荣。今日的神州大地，山川秀美，景色如画，人民安居乐业，处处欣欣向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诗、有歌、有舞，我们将用最动人的画卷去描绘祖国的山河壮美，用最华丽的诗篇去歌颂祖国永恒的春天。课本里的中国，小小的课本，大大的力量。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坐在我身边这位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蒙古族青年歌唱演员乌兰图雅。图雅，你觉得刚才孩子们这段诵读怎么样？我觉得非常的棒，朝气蓬勃，让我想起了我的这个上小学的这种时光。特别羡慕现在的小孩能在新时代的阳光明媚下，能够在教室里头能够读课本里的中国，特别感动。像你曾经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点赞新时代》，这些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你的歌声呢唱出了新时代草原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当你演唱这些歌曲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更多的画面往往就是从小的时候的那个当时的我的家乡内蒙古的那种现状和现在新时代这种变化，原来是绿皮火车，到现在我们的交通又有飞机，又有我们的高铁，这种快速的变化真的是，让我们由衷的感谢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感谢我们的这个各方方面面对我们内蒙古人民的这个关怀，这种感恩之情是由内而外的，所以通过什么？通过我的歌声诠释来表达。通过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通过我们身边的小事，可以见证中国的力量，中国的速度。是的，是的。彭敏，你看，在古诗词当中呢，描写这个爱国之心的有很多很多。如果让你选一首的话，你觉得哪首诗更贴切？我首先想到就是文天祥的“晨星一片辞真时，不指南方不肯休”，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像这个指南针一样，心灵的指针永远指向祖国。然后我们要像向日葵一样，我们可爱的、稚气的脸蛋永远朝向祖国。真特别好，指南针、向日葵两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对，还有呢，就像“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都能够表达我们心中的情感。那下面我想问一问，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同学们，曾经啊有一位12岁的少年，当老师问他你们为什么而读书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愤而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周恩来总理。回答正确。当时的中国呢，真是内忧外患，而且呢，就是帝国主义在我们的租界当中呢肆意妄为，所以呢，这位12岁的少年才说出了这句话。同时呢，他的伯父一直呢唉声叹气地说，有这样的情形是因为中华不振呀。这些呢，都在他小小的心灵当中呢，留下了立志报国这样的种子。那这个故事呀，也被收入到我们小学课本当中。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新学年开始了，修身课上，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为家父而读书，为名利而读书，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有位同学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魏校长注意到了，他打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点名让那位同学回答。那位同学站了起来，清晰而坚定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12、13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这位同学是谁呢？他就是周恩来，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1任总理。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多次在影视剧当中饰演周恩来总理的国家1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许文广老师。同胞们、朋友们、兄弟姊妹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来到的。只要我们大家坚定信念，不顾艰苦，向前奋斗，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大家好，我是演员许文广。我刚才说的那段台词，就是电影《报童》中周副主席在影片最后讲的一段话。我非常有幸在70年代参与了同名话剧的演出。记得周副主席在剧中对孩子们说：“爱国要从小做起，国家富强，你们才能富强啊！但是国家的富强要靠你们用功读书啊！”从刚刚同学们朗读的“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的故事里边，我们知道，周总理从小就有大格局。我非常有幸在年轻的时候就出演了舞台上的周恩来。在近期的电影《海陵都》和《香山夜正红》中，又再次出演了伟人周总理。能出演周总理是我的梦想，也是一种挑战。为了生动、更加鲜活地还原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纪录片、照片。越走进我们亲爱的周总理的内心世界，越感叹他的高风亮节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我想，这就是他必胜奋斗的力量源泉。我当然是希望了，我演什么是什么，这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对职业的要求所在，更是总理这个伟大角色对我的鞭策与驱动。总理对自己是要求非常严格的人，那么我也更应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同学们，诚如周总理所讲，一帆风顺是不能磨练人的。让我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啊！许老师，欢迎您，欢迎。您好，您多次在影视剧当中饰演周恩来总理，相信呢，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事情都令人特别的难忘，给您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饰演总理，因为年轻啊，他的阅历浅，那么所以说在塑造的时候，只是感觉有点那个意思。其实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最难忘的是我的收获，是我的感觉不一样了，提升了。因为从他的内心看到了总理高尚的品格和他的人格魅力。 可以说呢，每一次饰演周总理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呢，都是对心灵的一次涤荡。那您感觉到刚才我们孩子在这个还原课本当中的情形，在诵读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怎么样啊？都非常好啊，因为我也是跟你们一样，从小学、中学、大学啊过来的。首先是说，你们现在生活得非常好，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安稳的社会，这都是前辈。 毛泽东、周恩来等等的打下来的，所以说刚才看到同学们的表演，我也挺欣慰。你们的岁数是非常接近我们那个时期，周总理在沈阳啊东关小学的时候学习的那段时间。嗯，啊，这是很难得，你们也很自信，啊，表演非常的流畅，啊，就希望你在后边再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强烈一些就更好了。哦，好的，嗯，您看我们的课本呢，给孩子们提供的内容呢，其实呢并不多，但是呢，由课文衍生出来的，我们背后的这些历史资料，还有呢，我们伟人的成长轨迹，其实对孩子们来说呢。 也有着更加这个强烈的激励作用，所以希望孩子们在读课文的同时呢，也要更多的了解课文背后的故事，好不好？好，再一次欢迎您，请嘉宾席落座。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出自少年周恩来之口。 后来呢，他投身于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其实，在他的一生当中呢，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诗作。朋友们，我想问你一下，有哪些优秀的诗作表现了周恩来总理的赤诚爱国心呢？的确哈，我们会发现周总理的诗啊，他很少会去写个人的小情小感，他的心呢，永远是和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连接在一起的。 他非常犀利地去批判黑暗的现实，同时也热烈地讴歌革命，呼唤一个全新的中国。那比如说，在1916年的时候，当时周恩来18岁，还在南开中学读书，就写下了“险夷不变应长胆，道义争担干西艰”这样的名句，就是说呀。 不管前方的道路是平坦还是崎岖，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奋勇向前。这个铁肩担道义这个事儿呢，我不但很喜欢，而且我根本停不下来。那再比如说，1941年皖南事变，我们新四军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然后周恩来总理呢，就非常悲愤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急”。 哎，不是说一起抗日、一起愉快的玩耍吗？你怎么突然朝我背后开枪了？请你做个人吧。当然，更著名的呢，还是在1917年留学日本前夕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岁密群科济世穷。面壁10年图破壁，南愁岛海忆英雄。”当然，这个诗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哈。为了拯救当时贫困和苦难当中的中国。 周恩来总理呢，高唱着雄壮的东坡诗词《大江东去》，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那报国之路是非常艰难和曲折的，但是即使不能够壮志凌云、破壁腾飞，那我就算是像民族英雄陈天华一样，倒海自尽，我也要唤醒沉睡的国人，大家一起来为祖国的未来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量。那我想啊，我们经常说。 有诗人之师，也有国士之师。那周总理的诗就是典型的国士之师，诗心永在，国士无双，都表现了他的革命热情和他的赤诚爱国心。嗯，从周恩来总理12岁时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南开毕业时与同学呢互相赠这个临别赠言，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从他赴日留学到回国参加5四运动，从到欧洲勤工俭学到再次回国投身革命，他一直在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少年时的初心成为他的理想、抱负和终身的追求。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为人类造幸福。 伟大无比的创造力，所有贫穷和灾荒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他给我们新中国画出了一个完美的蓝图。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 德国奖，快乐大巴课本里的中国，邀您燃情共读。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冠名播出。好，接下来呢，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同学们，你们去过草原吗？去过。哎，那如果让你们用一句诗来形容草原的话，你们最先想到的会是？ 哪一句？好，你来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非常好，非常好。嗯，请坐。没错。 很多的诗歌当中呢，都描写了我们草原呢这个一碧万顷、水天一色的美景。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一位大姐姐上场，同学们对她一定非常的熟悉。她的名字呢，在蒙语当中呢是这个红色的霞光的意思。有请蒙古族青年歌唱家乌兰图雅。 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新，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 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只用绿色渲染。 不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那样，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绮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和大牛。 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无限乐趣。厄勒勒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子，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 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小伙子们表演了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并且还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 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啊，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从小生活在大草原，草原上生，草原上长。辽阔的科尔沁草原是我美丽的家乡。大家可能听过这么一首歌曲：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向四方，白鸟儿齐飞翔。这是一首非常悠扬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就叫《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它就诞生在一座有着革命传统的城市——乌兰浩特。乌兰浩特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红色的城市”的意思。我深深地爱着家乡的这座城市，在创作歌曲的过程当中，我就想，能用节奏明快的曲调，结合草原生活的元素，来表达内蒙古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歌唱，所以有了大家听到的《套马杆站在草原望北京》等耳熟能详的草原新民歌。从草原一路唱到我们的首都北京，我感恩于欣赏我、教育我、帮助过我的家人、老师、前辈。我从小呢就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但是我的数学不是特别好。给我一次意外鼓励的呢，竟然是我的数学老师。记得初二的时候，有一次我被我的数学老师单拎出来，叫到黑板前做题。一般的同学呢都会解读，但是我不会。在那么多的同学面前，我出丑，我很难过，很自卑。可是谁成想呢，刚刚让我出丑的我们的数学老师找到我，他意外的并没有批评我，反而和颜悦色的给我了一些鼓励。他温和的对我说：“小图雅，你在歌舞方面很有天赋，应该好好的珍惜，不要轻易的放弃和丢掉，我们都很看好你。”没想到，连我学不好的数学老师也能看好我唱歌，这增加了我的自信。蒙古民族其实不乏有唱歌非常有天赋的孩子，但我特别庆幸自己能比他们更早地接触一些声乐的专业知识，这也为我今后成为一名专业歌手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能够很如愿以偿地进入到我们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去学习、去深造，并依靠自己的努力，让我非常仰慕已久的乌尔纳老师能收我为徒。乌尔纳老师呢，就像母亲一样对女儿关心支持着我的成长。2014年，还是非常年轻的我，首次收到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邀请，登上春晚的舞台，和我的恩师乌尔纳老师共同演唱，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从那以后，便开启了我的演艺的事业。蒙古民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希望用歌声为我的大中国去喝彩，唱出我们对祖国、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热爱。说得太好了！从图雅带领着孩子们诵读我们的课文《草原》，再到图雅跟我们分享成长的经历，都深深地感受到你对草原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爱。那乌兰图雅的歌呢，可以说是每一首啊都脍炙人口，传唱到大江南北。而且呢，乌兰图雅呢是这个全国最美志愿者，你的这个点赞新时代呢，还是5个1工程奖的这样的一个获奖的作品。这么多年，你做了很多志愿活动，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希望呢能够把志愿服务的精神，还有呢孩子们对梦想的这种追求呢，当做一颗种子种在他们的心中，让这样的精神和这种梦想的种子呢四处发芽，对吧？是的，是的，因为我的家乡内蒙古乌兰浩特是1947年5月1日，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就是在我的家乡成立的。我的家乡乌兰浩特翻译成汉语就是红色的城市，所以这个城市非常的小哈，但是呢这个城市充满了红色的基因。那么我从小呢就像他们那个时候呢，我的城市里头到处都播放一些我们主旋律的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啊，赞歌啊，然后我们的广播上的这个放着唱支山歌给党听一系列的这样经典的作品。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受着这个红色的教育来成长起来的，所以特别感恩这从小啊这种教育这个氛围能够让我们这个有特别好的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有了这样的经历呢，今天再跟孩子们一起来诵读这篇课文，内心的感受呢就更加不同了，对吧？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彭敏，你看古诗词当中呢描写草原风格的有很多很多，你印象最深的一首是什么？这个草原呢，在古代其实属于边塞的，它经常和沙漠和戈壁搅和在一块儿。描写草原风光呢，很多是边塞诗，比如说王维的“居延城外猎天骄，百草连天野火烧”，再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岑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那我们可以发现，在汉族文人的笔下，这个草原啊，它是一个刚毅木讷，可能脸上还带着刀疤那样一种硬汉的形象，因为毕竟是战场。那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呢，就是刚才同学也朗诵到的，就是这个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这首诗是不是能让大家感觉到一股冲天的豪情从胸中涌出啊？哎，说到这儿啊，还真的是，现在台上的2位图雅和小鹿姐姐都是来自于内蒙古，所以说2个人的性格都是那种有那种温婉当中呢，又带着那种豪迈的感觉。哎，真的是。那说到这儿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场同学们一个小小的互动吧。啊，2位都来自于内蒙古，小鹿姐姐呢也特别喜欢唱歌，但我唱得不好啊。哎呀，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热爱。那2位分别做这个队长，好不好？我们来一个歌曲接龙，我们看看2组哪组唱的这个歌曲的数量最多。注意了，我们是有限定的，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和热爱祖国有关系。好啊，好啊，好。好，那现在呢，我跟图雅，我们1人带1队，对不对？那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是吧？准备好了，对不对？加油！好，那我们谁先开始呢？我们俩猜丁壳，好不好？猜丁壳。丁丁壳，哎呀哎呀，我赢了！好，是我们先开始是吗？对，我们赢的先开始，加油！啊，没想好吗？没想好，我们换一个。没想好，我们来吧。来，加油！哎呀，错失一个机会啊，小伙子，来，洪亮，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留下一首赞歌，哇，太棒了！哇，好棒！该我们了，你来，准备好啊，准备好。我这样吗？那我想起了一首，国旗真美丽，金星照大地，我愿变朵小红云，飞上蓝天，亲亲你。哎呀，哎呀，队长都上了，来，我们来上后面还有什么？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哎呀，哇，哎，点赞！啊，又是你们，该我们了吧？哦，上了就上吧。五星红旗迎风飘。友这个词啊，这一个字都不错，对不对？金豆哥哥有话说，从豆哥哥有话说。我觉得他。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都是龙川人。我觉得他有特别强的带动功能。这首歌怎么唱？我现在有点忘了这个旋律。是吧？现场胡曲，现场胡曲了。好，该我们了，该我们了。哎，行，哦，你来。哎呀，双人的哈。 一条大河，他们是一个班的是吧？哪个？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哇，特别棒，特别棒！那还有吗？来，我们的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阳。 皇帝说过，哇！孩子们都用他们心中的歌声表达了对祖国的这一份深切的爱。少年强则国强。100多年前，12岁的周恩来面对国家危亡、人民困苦，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一激励千万中华儿女的励志名言。 1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同样应该胸怀祖国和人民，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努力学习。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快乐大巴，下期节目再见！再见。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独家冠名播出。